长度在 6.3 厘米左右，宽度呢在 3.5 厘米，厚度呢在1厘米左右，整体呢是一个环绕深雕的一个工艺啊，雕刻之后呢再进行电镀。看一些细节啊，凹凸有致，纹路清晰，做工精品啊，全部都是一个进口的工艺啊，手感极佳，内外呢全部都是精细的一个电镀工艺，精品，并非是合金机啊，全部都是黄铜材质。机子呢一共两个颜色啊，一个是镀金款，一个是镀银款，手感呢非常好。这个机型呢开个声音啊，如视频这样啊，原机也是如此。机身的话凹凸不平，为追求美观，